我们这一次这一本第五集，我们收录的是伪自由书、准风月谈跟画面文学三本鲁迅的杂文集。那这三本杂文集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，这个时候鲁迅开始面临更严峻的打压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三本杂文集里面，他开始提到一些他跟当时的作家有一些什么样的敷衍，或者是说我是很真诚的面对你的这一些交往的态度，然后也可以看到他对当时他被打压这件事情，他有一点自嘲说，就是说。好吧，我被打压，但是你们打压的方式可不可以就是有一点像样的样子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三本杂文集里面反映的其实也是一个，他以一个非常讽刺的态度，然后不是非常悲愤。他在文字当中，他如果写得很悲愤的时候，通常是对于国家的重要的情况，然后国民的情况，他会有一个比较悲愤的调。但是对于自己被打压这件事情，他反而总是以一个非常讽刺、非常有一点调侃的意味说：“好吧，那不然能怎么办呢？”所以像在这一本书当中，像在《伪自由书》这本书当中，他其实是收录他当时在上海《申报》，上海当时有一个报纸叫《申报》。然后他有一个专栏叫《自由谈》，那当时他为什么会去写这个《自由谈》的专栏呢？其实蛮讽刺的，就是当时邀请他的，其实也就是跟他在文坛上，后来渐行渐远的郁达夫。郁达夫其实后来批评他很多事情，其实在当时他们就已经有互相批评的情况发生。那在当时，郁达夫就问他说：“哎，鲁迅，你要不要来写这个专栏啊？”他就觉得说：“啊，你郁达夫讲的，我没有很想写啦，但是也没有不可以啦，就是他有一种这种味道，所以。”在当时，他就说，在这种他自己没有很积极，郁达夫也没有很积极的情况下，就接入另外其他的作家来写这篇专栏里面的一些文章。但是我们从他对于这些文章的看法当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就是他的标准其实是拉得有一点点高，有一点会觉得说啊，原来他对当时的中国人对当时的庆有这么高的期待。譬如说，他在这本杂文集当中提到，就是因为他自己犹豫很久，所以后来就是有其他作家进去写。那当时的编辑是一位叫做黎烈文的作家，那他们收录了一篇文章，是谈到说，当时的编辑因为太忙了，所以妻子就是生产没有很顺利，就在医院过世了。那当时的作者就说：“诶，我希望就是写这篇文章纪念这位母亲，然后能够希望他的孩子记得他。”通常我们这一类的文章书写不脱这样的范围，但是他即使是到这个时候，也还是非常的勇往直前。他会直接告诉你说。对，就是这个小孩子，在他生出来的时候，母亲就过世，是一件非常可惜、非常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。但是也因为没有妈妈在旁边照顾他，没有这样温暖的关照，所以他日后更有机会成为一个坚强的青年。哇，这个方向大家就觉得说，这有一点悲伤。可是你为什么会变成说，因为你就是失去这样温暖的照顾，所以你更有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？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刺激的笔法，在这一本杂文集收录的杂文当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后面就是收录进来的时候，他开始在后面整理说，我这篇文章是在哪里写的，用什么样的笔名。那他在后面的杂文当中就会提到说，其实像这些状况在当时越来越严峻。那怎么个严峻法？我们就要看到第二本的《准风月谈》。《准风月谈》在这本书当中，他开宗明义就告诉读者说。对于在当时，因为一方面是战争，一方面也是国内，就是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势蛮混乱的，然后所以在当时对于言论自由的管制也越来越严格，所以当时《自由谈》这一个专栏的编辑，就他很幽默也很讽刺，然后也有一点就是无可奈何的在专栏呼吁各大读者多谈风月。那什么叫多谈风月？就是莫谈国事，所以这一部分，他在这本书当中收录的很多文章，其实到后来都是被调整过的。是怎么样的调整呢？他其实就是他分成两种，他认为说，如果是编辑来改我的文章，他们就会做得天衣无缝，就会你这一段好很敏感删掉，但是你衔接下一段我加一点文字，然后让它看起来是一个流畅的，是一个合理的文章。那我们可能觉得说，哇，编辑很负责，没有没有，他说你这样子反而是让读者觉得说，我作家就是这样想，他会觉得说我被坑了，
我不是这样想的，我中间有一段话，你删掉就算了，你还帮我弄得天衣无缝。日本人至少会空出一段，因为日本当时也是一个暂时对于言论管制比较严格的时期。他说，日本人至少删掉这一段，他把它空下来，让读者知道说作家想写，但是我不要让你写。那问题是，中国做法是，中国这些编辑做法是，我删掉之后把它弄得看不出来，所以大家就认为说作家就是这样想的。另外一部分，他又提到说，他看得出来另外一种人在给他的文章是什么。这一段不行就直接删掉，你去接下一段会不会奇怪？再说啦，他认为这一些人就是比较偏向，就是政府官员或者是审查官员看到他的文章，觉得诶，即使这个人不是鲁迅，当时写鲁迅就可能不刊登了。所以这一方面，当时的审查的人看到，诶，这个作家不是鲁迅，但是他写的文章太那个了一点，他们就会好好这段删掉。那至于顺不顺畅，那是编辑的事。他就透过像这样的书写去。有一点就是半调侃的说，哎呀，我的文章就是这样子被处理掉的。那像这样的状况到第三本，花边文学的时候就更严重了。就是我们先讲什么叫花边文学。花边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就是当时的报纸，如果这个作家的专栏，然后这个作家的这篇文章超级重要，然后那报社就帮他在文章的这个框框旁边加一篇花圈，加一些装饰的那种类似花边的东西，来彰显说这是个重要的作家，他要讲的东西很重要。那像这样的文章，在当时他自己调侃说，攻击我鲁迅的文章，通常都是被圈上一圈花边的。另外一方面，花边在当时的语言上也是钱的意思，所以他一方面调侃说，你们这些作家写文章攻击我，你们这些批评者写文章攻击我，你们被认为是重要的文章，所以被圈了一圈花边。一方面，你们又说我是拿了卢布写文章的，就是拿了苏联的钱写文章的左派作家。但是这一圈花边也象征你们也是一样的。所以他有一点就是说，你既然攻击我，那我也攻击你，我不要跟你妥协。我虽然有一点心灰意冷，但是我的骨气还在。就像他在批评《水浒传》，批评《一侠五义》的那些，他认为你其实不是侠，你只是政府归顺于政府、听命于政府的那些人一样。他认为说，你们就是花边文学啊！你们说我是拿钱写文章的，不是你们才是。那在另外一方面，也因为当时就是抗战正式开始的关系，所以当时对言论自由的管制也相对更严格。所以在这个时期，相对于前面伪自由书、准风月谈，哎，还会稍微去弥补一下，让它看起来天衣无缝。在这个时期，对于他的文章，或是看起来他在这一时期的文章，其实很多都已经是用笔名在发表。用鲁迅去发表是不能够刊登的，但是即便如此，这些比较尖锐的文章、是批评性的文章，那只要是可能审查单位、可能是出版社认为说这样不太好，或是这样不行的部分，就直接挖掉了，空在那边也没有关系，就是要让读者知道说这样的言论我们是不会让你发表的。所以在这一方面，我们可以透过这三本杂文集，它在就是呈现上的一个变化，然后去看到当时因为战争的关系，因为政治的关系，对于言论自由的一个比较严厉的打压的状态。那他在编这三本杂文集的时候，特别是最后一本花边文学的时候，他也因为这个状态，他也在编辑的时候，他特别把当时被删掉东西全部都加回去，然后标明说，哎，这里当时被删掉了。所以他有一点就是，他一方面他不服膺当时的权威，就像他在批评《水浒传》，批评就是《七侠五义》当中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侠士的人，他会认为说，你们不过是归顺政府而已啊，那已经不算是侠士了。比起过去墨子的做法，你们已经不算是侠士了。那他会觉得是说，在这个部分没关系，你在报纸上删我的文章，那我自己出版的时候加回去总可以了吧？是一个这样比较嘲讽的概念。那还有一个比较，在当时有一点讽刺，然后也有一点局势之下的一个比较，怎么说呢？比较悲哀的地方是说，当时的文坛也逐渐分成两个派别，一边就是因为当时已经要抗战了嘛，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就提倡所谓的国防文学，认为说，哎，文学者、文学家，你们这些就是写文章的人，应该要一起帮政府来提倡说，我们要凝聚一心，我们要团结，我们要一起来抵御外侮。
那这个像这样的文章被称为国防文学。另外一派，这个名称比较长，叫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，那像这样的文学就比较偏向鲁迅的主张，就他还是认为说，文学文字应该要能够帮每个人说出自己心里的话，然后能够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，所以他在这一方面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份坚持在，我们还是要进步，我们还是要让国家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。但是在这之前，在这之后，我们都还是要能够讲出我们真正想说的话。所以在这一部分，我们可能会认为说，当时支持鲁迅的一定是共产党吧，然后国民政府的国防文学反而是被抵制的或是被批评的，其实是错误的。当时其实是共产党也很支持国防文学，但是我们要注意到，当时是一个清党的状态，然后清党当时已经到一个比较严峻的时期，那共产党有一点被逼到，就是诶，我好像没有退路了，所以他们开始提倡说，诶，我们应该这个时候不要谈什么清党啊，不要再互相彼此攻击啊，我们应该要一起来合作抵御外侮，所以他们反过来去支持说，对我们就是要写一些能够让大家去能够凝聚共识、能够团结，然后能够去一起去抵御外侮的文学文字文章，所以就不要再清党了，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所以这一部分也是他在这三本杂文集当中呈现出来一个比较有趣，当时一个历史、一个政治，然后他在思想上跟当时文坛上各色的作家跟大佬他们在文学态度上、在政治态度上、在时局的态度上的一些想法跟批评。那所以这一本书收录的这三本杂文，其实也很真实的呈现当时的他在那种情境下他碰到的困难。但是我们如果对应到现在这个时代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太远的地方。